倾听百姓心声，讲述百姓故事。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民生寿阳。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期节目都有哪些值得您关注的事儿。近日，南彦竹镇南彦竹村的村委会里，金穗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们聚在一起，喜笑颜开，谈论着今年的收成，谋划着明年的发展。稍后的分红大会上，他们将领到今年的第一次分红。南彦竹村村民胡来生今年76岁，一直以来和老伴儿经营着20余亩土地，现在年龄大了，地里的活儿干起来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就把地交给了合作社。在合作社放放的地，自己种植收入都不只有几，啊，把地来交给他，我一边抽奖，我觉得挺好。现在我嘛就在家里做些家务事，种些菜啦，洗一下也休息啦，刷豆子还是国家的政策好。上的时候啊，都问我们农民咋想了，我想想，后头了，今后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加入到合作社后，村民们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年获利最多的达到了4088元。金穗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12月，主要以玉米种植为主，现在有217户社员，耕地3100余亩。今年的玉米总产量1000公斤，大田平均亩产1000公斤，每亩净收入1000元。拥有承包地的农民带地入股，以托管方为农户提供覆盖粮食生产的耕、种、收、管、售等一条龙式全程服务。今年我们合作社啊，玉米的产量不错，收入嘛了，也能比往年得一些分红，给合作社今后的发展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啥子心里话，国家政策好，想尽办法让农民增收增产致富，还有考虑农民种植的积极性，感受到惠农政策了，已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带来了好处。明年我们合作社还会录制新制加以干，让社员们增收致富。收入增加了，社员对合作社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期盼着今后的美好生活。大家都夸党的惠农政策好，让农村有了新气象。今天对合作社的社员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也是高兴的日子。我们以为今年的大丰收高兴，到了十九大召开后，农村的生产生活肯定会更是人的变化。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分红大会，为村民鼓鼓干劲，争取明年再来个大丰收。近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晋中蓝天救援队2017年年度表彰大会在我县举行，全体人员共同见证了我县蓝天救援队授旗仪式，寿阳蓝天救援队正式成为在册的公益救援队伍。表彰会上，全体救援队员观看了晋中蓝天救援队5年的发展历程视频，通过一幕幕救援现场感人的画面，展现了队员们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舍己救人的高尚情怀。活动还为优秀合作单位、爱心人士及平遥、晋中、祁县、介休、寿阳优秀蓝天队员进行了颁奖。全体人员共同见证了我县蓝天救援队授旗仪式，正式成为了蓝天救援队队伍。晋中蓝天救援队成立至今已经5年，目前拥有150名正式队员、130余名预备队员和300多名志愿者。寿阳蓝天救援队从筹备至今已经成为我县唯一一支注册的公益救援队伍，曾参与河北涉县、山西临川洪灾救援、和顺驴友失踪救援、九寨沟地震救援等多起救援，参加县政府拆掷题行动、发放黄手环等公益宣传活动，服务对象近10万余人。我们寿阳蓝天救援队经过近3年的筹备，今天终于正式升旗了，我们将成为一支正式的公益救援队伍。新年伊始，我们将在2018年录制对象、筹措工作、面部分析，为我们寿阳的公益事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近日，宗爱镇召开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清查工作会议，会议就如何预防植物犯罪进行了岗前培训。
培训中，县纪委检委宣教科负责人杨继明结合近年来发生在我县的村干部职务犯罪典型案例，讲解了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容易触犯的主要罪名，对职务犯罪的概念、基本特征、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危害后果及如何预防等进行了详细讲解，为基层党员干部敲响警钟、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本次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清查工作从2018年1月1日开始至2018年2月底结束，清查范围包括农村集体所有非承包土地、原地、荒地、滩涂等资源性资产，2010年时林权制度改革划分到户的夷陵地、土地确权时应确未确的二轮合同承包地除外，现阶段存在权属不清或有争议地只做登记但不列入清查范围。会议要求村两委干部要再接再厉，全力做好农村集体资产清查工作，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在人员、经费、时间和精力上予以倾斜，逐项研究落实的具体措施，做到每个阶段有部署、有督促、有小结，不折不扣地把所承担的任务指标落到实处，确保取得预期效果。山西旅游品质榜终极入围榜单揭晓，我县韩愈茶食在旅游商品晋级榜单位列第三名。从2018年1月4号到1月24号，旅游品质榜第二批次评选活动将进入中评阶段。位列旅游商品前三强的寿阳韩愈茶食将参加最后的专家评审。旅游商品专家评审结束后，将综合大众微信投票专家评审结果，产生最终十佳榜单。我们热切期待韩愈茶食能成为代表山西旅游品质的十佳旅游商品之一。我们更加热切期待通过全体旅游人努力，山西旅游品质能够更上一层楼。近日，记者在市民广场看到了冬日里最暖心的一幕。一位50多岁的大姐和老母亲在广场看激情广场节目，怕老母亲受冷，一直抱着老人。为人子女，每个人都肩负着孝顺父母的责任。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当父母老了，走不动了，希望我们记得小时候是谁扶着我们一步步学走路。当父母老了，讲话不清楚了，希望我们记得小时候是谁一句句教我们学讲话。小时候父母是我们的依赖，长大后我们是父母的靠山。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愿天下父母健康长寿，孝顺一辈子都还不完。好了，本期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节目资讯请关注本台微博、微信和客户端。下期民生寿阳，我们不见不散。